帮我选，我姐姐问问题，然后你们帮我选一个人来回答，好不好？你们就看谁举手举得最高，或者是呢他尖叫最大声，就选他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先来问问题哦，请问这一次左左右右的写真书名称叫做什么？好，来，你们有没有要选哪一个？两个人要不要讨论一下？你们想要选谁？刚刚有没有看到有哪一个人举手举最高？好，他们要讨论一下，他们要讨论一下了。而且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非常的淡定？有没有？好，选好了，你们要选哪一个？偷偷的跟我说一下。不告诉你。不告诉我，我好可怜啊。好，那你们直接去走过去，然后把它指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走过去把它指出来。你们选好了吗？选好了吗？选好了。那你要，你用手指哪一个？然后我就请他上来。好，哪一个？请指。是穿洋装的吗？还是在后面的那个？是哪一个？好，我们现在正在呢，青虫子是那个黑白的那个吗？是吗？好，那我们黑白洋装的小女生，等一下，她还没有回答正确，对不对？请问你左左右右写真书的名称？左左右右的夏天大冒险。左左右右的夏天大冒险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恭喜你，请到这边。好，那我们呢？现在呢，有四位朋友都选出来了，左左右右帮我颁奖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呢？我帮你们拿麦克风，麦克风放在我的书上面。好，然后呢？我们左左右右呢，帮我颁奖。好，先颁零钱包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呢前面三位，这三位是颁零钱包，对不对？来，好，来走这边，这边有三位可以拿零钱包。好，这边这边，这位这位这位，你要一起颁给他，还是你要自己一个人颁给他？我们选出三位呢，是今天左左右右呢特别有准备的 Hello Kitty 的零钱包啊，小朋友颁奖都很可爱，给你，非常的可爱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有三位可以获得零钱包的，跟左左右右照张相好不好？来，一起照张大合照哦。好，看前面哦，看前面哦。好，恭喜三位小朋友可以获得 Hello Kitty 的零钱包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小朋友先从那边下舞台，然后呢，有一位可以获得我们的芭比娃娃啊，现在在交朋友了，有没有哈？还在上台，还可以聊一下天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呢有一位可以获得芭比娃娃，我们左左右右一起交给我们这位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恭喜。然后呢，看正前方这边。好的，要照方向哦。看这边，三二一。好的，恭喜恭喜，谢谢这位小朋友。然后呢，我们左左右右呢，就在这里稍等一下下，谢谢。我们准备要开始盖章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请左左右右下舞台，好。